峰山村，乍暖还寒。我都不吃哈，还冷，热气还起来。毋庸置疑，郑永生夫妇是村里最忙碌的人。依赖妻子饶爽娥的一手好厨艺，老两口经营的农家乐生意火爆。人家都说我这个豆腐好吃了，水最好，豆汁也好。这个我们是白火烙豆腐。加上这个做豆腐汽水一般还可以。豆腐不是什么稀罕食材，村里的流动菜贩每天都有售卖，但老两口还是坚持手工制作。食客慕名到访，是为了品尝一道当地美食。没有手工豆腐的加入，美食便没了灵魂。阳山吊锅，阳山原住民自创的特色美食，在一口铁锅中堆叠十种农家土菜，寓意十全十美。其中豆腐制品就达三种之多，米排骨汤微汤底浸润着满满当当的食材，在柴火热烈的加持下，整锅的鲜香被催发得淋漓尽致。拿点大蒜哈，他那点不应该，咱那都有，天暖了。崇山村是上饶灵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四面峰峦耸立，山多地狭，村民只在屋前屋后种些时令蔬菜，偶尔上山采些野菜山珍，足够自给自足。零星的农忙，村民有更多的闲暇可以随意打发。郑永生左手有残疾，妻子饶双娥身体羸弱，两人本不必劳来创业。没办法了，还一个大个儿子，他在富南镇呢。他在杭州买了房子，首付欠100多万。但就他一个人，还有四个老的，是吧？我能够分担他们，就帮他分担一下。父母总是为子女操心，却不愿多关心自己一分。自从开了农家乐，老两口总是在为各种食材忙碌。像今天这个豆腐呢，不会做得太老，也不要太嫩，是比较标准。新鲜制作的嫩豆腐切成方块，有足煎炸，豆腐急速吞水，内里产生气泡。汁外皮金黄，焦香酥脆，油豆腐无味而辣百味，和白菜一起炒，清爽甜淡，与五花肉一起焖煮，肉香浓郁。春季配上一把野水芹，脆嫩的油豆腐被水芹独特的青草香气裹挟，带来满口的愉悦。虽说豆腐百搭，与多数配菜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但对阳山吊锅来说却是滋味的核心。阳山吊锅的发源地因朝东向阳而得名，山高多风，气候湿冷，秋冬时节，农家菜刚端上桌就没了热气。阳山村民索性架起吊锅，荤素食材一锅煮。吊锅就在这种饱含生存境况的无奈又富于生活情趣的环境中诞生了。由于交通闭塞，如今阳山村只剩6位老人留守，
年轻人的搬离，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已经很难见到吊锅飘香、围炉夜话的情景了。山底冷冷清清，山下却热热闹闹。吊锅给这份热闹带来了主题。吊锅所用食材中，豆腐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白豆腐简单煎炸，铺在底层，可以充分吸收咸排骨的肉香。豆腐皮和冬笋、莴苣、胡萝卜清炒，增加蔬菜口感的层次。油豆腐围着锅圈点缀，既为了美观，也能喝饱表层的油脂。腌排骨汤豪气的加入，蒸锅的酥香被肉香包裹，上层用金黄的荷包蛋铺盖，用大蒜红椒点醒，令人食欲大开的吊锅就可以迎接饕餮了。感觉比较好吃，然后风俗特色比较明显。很好吃，很有特色，而且外观还比较漂亮。羊山吊锅真好吃。我奶奶性格不好，一个不合不是不好，他是一个手徒的，我一个手猴的，坐一起就斗嘴。他喜欢骂人。你要惹我，一惹我，我这脾气就可能。他这个修养的差。他这个人好坏的很嘞。山里人为人朴实直爽，对美食竟如此热情张扬。起早贪黑，刚好忙完。一停下来，心事袭来。我儿子带网贷，带网贷呢，他那个自尊心很强，又不给我家里讲，不依赖我们父母，他自己就好像这个承受力太低了，后面他就用那个二氧化碳自杀。我当时听到消息，我都自己都想跟他去，因为我最疼这个两个儿子的，我做来做去也是为两个小孩，两个儿子。我两个儿子都不为我要钱。我这样跟他说，我不管你在外面赚的钱没赚到钱，如果外面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什么困难，你跟我妈妈说，我什么困难我都帮你解决掉去。从我儿子去了这个事以后，他的身体就差好了，这个烧饭的也慢一点，每天都会想到他，我是每小时想到他。我就劝他，还有一个大儿子，还有这个孙子，看到这两个人，你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影响他，给他加施加压力。加油，拔萝卜，哦，哇，拔出来了，好厉害！那我大儿子，他经常把那个视频，今天又发了那个视频哈，让我老婆开心一点。大儿子常年在外奔波，不能常伴父母，只能通过发视频的方式让父母感受天伦之乐。因为我喜欢吃吧。忙碌对郑永生夫妇而言是为了有选择的遗忘，更是对儿孙的责任和希望。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山林受垂直地理的局限，每一份获得都会比平原地区的人们更为艰辛，这不仅造就了他们坚毅的品质，也让他们更热爱生活，一如向风挺立的阳山，向阳而生。长溪村，婺源西北部的千年古村落。春季茶山氤氲，深秋红枫似火，每年都有十数万游客慕名到访。今年的光景却大不相同。疫情之下，婺源旅游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长溪村概莫能为。对的。我现在方便过来玩吗？现在不可以，就是这疫情，疫情过了再过来玩好吗？为了配合防疫，这已经是戴向阳夫妇今年谢绝的第57客人。作为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夫妻俩各怀本事。戴向阳是长溪村旅游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戴自花则凭借一手好厨艺，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一早，戴自花上山采茶，既是为了品尝新春第一道新茶，也为一道特色美食分配食材。长溪村自宋代建村，一条长长的河流经村而过，学名长溪。村民忙时采茶伐竹，闲时耕读经商。鼎盛时期，村人达600多户，号称千烟。九山半水半庄园，只见道路不见田。长溪村自古就有千烟无耕牛之说，不过家家户户都养鸡，放养在山地上的走地鸡纯正自然，肉质紧致鲜美。老百姓吃土鸡惯常做法是炖煮，油脂醇厚但回味略腻，而戴自花烧土鸡的做法别具一格，将土鸡焯水后微炒入味，倒入茶水和一小撮茶叶，用砂锅小火慢炖。高山茶富含茶多酚，能降低血脂，茶叶在土鸡清炖过程中释放了本身的香气，融入鸡肉之中，缓解了油腻，唇齿间止于鲜香。长溪茶香鸡，又香又滋补。我的第一个好不好叫什么熊啊？好，又香又嫩。婆婆这几天下山省亲，公公的一日三餐由戴自花照料，茶香鸡是给家老最好的滋补。附近的客人，包括景德镇的、婺源县城的，还有德行的，他们就闻香而来，也有不少。长溪茶香鸡虽颇负盛名，但并不是长溪村的传统名菜。12年前，戴自花的姐姐戴菊花为调养身体，连吃了几只土鸡，大补之后血压上窜，突发奇想，将茶叶水倒入炖鸡的锅中，意外成就了茶香鸡。凭借家乡的食材和意外的创新，戴菊花还拿了美食大奖，茶香鸡也因此成为长溪村的美食地标。他就想呢，把我们这里自己上养的土鸡，结合现在的这种养生，
他就还有我们这里当地的高山茶，三者正是结合起来。他自己试制成功之后呢，他这个人呢，他也很大气，他也把这种制作方法啊，跟村里的这些农家呀，跟人家去问他，还是跟人家说这个怎么做怎么做。经过戴菊花两姐妹给村民的亲手传授，游客来到长溪，无论下榻谁家，都能吃到纯正的茶香鸡。旅游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城市讲养生，我们农村也讲结合我们游客的需求，他能要吃得放心，要吃得开心。戴子花主持着60平米、4个灶台的厨房，他的食谱可不单调。那个游客啊，最爱吃这个海参炒饭。生长山坡草地上的野窖，春季品相极好。切碎配上土鸡蛋清炒，野菜的清香与蛋白的焦香交织，格外爽朗。水蕨长于溪边，鲜嫩多汁，配上腊肉爆炒，嫩滑可口。我们婺源的蒸菜是很出名的，就拌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拌均匀。婺源无荤不可蒸，无素不可糊。芥菜、鱼腥草剁碎，茄子干泡水发开，萝卜切丝做一调料，拌上米粉，在柴火灶内蒸20分钟，在米粉的包裹下，食材原味蓄势待发，淋上炸出的腊肉油，浓郁的鲜香一蹴而就。夫唱妇随一台戏，戴子花的舞台是厨房，戴向阳的舞台便是整个长溪村。早在18年前，随着中国最美乡村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婺源旅游渐入佳境，而山清水秀、风俗可人的长溪村却藏在深山里，人不知。在2005年那个时候，说是实在话，一般在农村都是干农活，你买了这些东西，被人看中就是一种正义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他反正我爱人他一直以来说是实话，他大道理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说我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他就跟我做这些事情。一根网线将小山村与山外的世界相连，戴向阳开始了孤独的探索。从一窍不通的农民到自学成才的新闻学学士，十几年间，戴向阳成为了各大自媒体平台的博主，通过一篇篇文章、一张张图片，宣传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甚至吸引着10几万的游客来这里。最多的一天一个晚上，我们这里住过1200多人。还有800多人是住在长，有2000来人住在长溪村，就是游客，也就是只看见游客，不看见村。全部来的客人都是他，给人家安排的，这家那家是他安排。我能够讲亚兰的说话的时候是来，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是统一安排、统一登记、统一管理、统一价格，我们这个宣传团队亚兰。我们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受父亲的影响，女儿也考上了新闻学硕士。村里85家农家乐歇业了81家，疫情之下的长溪村回归冷清，曾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又重新背上外出务工的行囊。只有这4位还在村里坚守，他们时常聚在一起相互鼓励。现在来了我们长溪村上村，这里是我们长溪村上村。每天戴向阳都会在村里直播，给粉丝分享长溪村的四季烟火。疫情阻断了游客的到访，但不能阻隔人们对乡村的热爱。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时光不负，岁月不弃，戴向阳和他的同伴们相信，疫情退去时，长溪村又将是炊烟袅袅、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我书抬起了。哦，你书抬起去吧，没抬起，去买去啊。哦，行，行好，去买去。哦。每天早晚巡关，是薛大爷23年来日复一日的工作。阳关位于敦煌市区西南约70千米处，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公元前20世纪，汉武帝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在敦煌郡设立阳关、玉门关，标志着丝绸之路全面畅通。今年70岁的薛大爷是阳关的守关人，明天他就要离开这个岗位，回村里养老了。他在寻思着怎么和阳关景区的同事们告别。抓住了，破不溜了。薛大爷瞄准一只6个月的羊，经过一冬的脂肪储备和春夏的纯天然野草喂养，这只羊已积累下足够的风味。刚刚宰杀的羊肉质细嫩，脂肪洁白，筋膜清晰，光鲜滑弹。嫩羊鲜美，无需腌制，直接将羊肉焯水捞出，然后入锅火烧。在火力激发下，羊肉的油脂迅速渗出，瘦肉包裹，最大程度地保证肉质的鲜嫩。爆炒后加水，扣上锅盖，煮滚火候。气流在密闭的铁锅中循环往复，将汤汁全部渗入羊肉的基底，直至羊肉酥烂，汁浓味儿浓。羊肉焖烂至少还需半个小时，老两口趁这个功夫去家里的后院摘菜。他们不知道手里的菠菜原产波斯，茄子原产东南亚和印度，香菜原产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古代叫猴虽，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敦煌人至今仍叫它盐虽。阳关也是迎接葡萄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是沙漠型气候，特别适宜葡萄生长。薛大爷所在的阳关镇有20000亩葡萄，年产8000多万斤，是仅次于吐鲁番的中国第二葡萄沟。此时锅里的羊肉已经焖熟，浓香扑鼻的肉汤等待着与面饼的相会。擀好的面饼像盖被子一样，将锅里的羊肉完全覆盖。待面饼半熟，用筷子扎几个孔，肉汤欢快地冒出来，漫过面饼。中原从西域来的人叫胡人，从西方传来的物品一概以胡冠之，胡芹、胡椒、胡麻、胡萝卜、胡桃。一个人的胃是对故乡最执拗的思念，丝路商旅们将难以割舍的故乡味道
也带到了敦煌。胡杨焖饼显然与西域传来的烹饪方式有关。阳关脚下，胡杨焖饼进入最后一道工序。为了使面饼与肉汁更紧密的融合，薛大妈将熟饼捞出后切成方块，再次回锅。面饼的蛋白质分子间隙极易吸收肥腻的肉类脂肪，肉去了油腻，面有了肉香。当肉爱上了饼，肉让饼华丽转身，饼让肉滋味绵长。食物的旅行从来没有终点站，它随着人类的迁徙而聚散。敦煌曾是古代羌族、大月支、匈奴等民族的游牧地，汉代以后又成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处。这样的历史背景让敦煌风物充满了混血的气质，杂糅交流的基因同样渗透在人们的一日三餐中。李建新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沙洲夜市经营烧烤的他常常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能收工。十多年的烧烤经验让李建新对羊的骨骼肌肉了如指掌。刀尖刀刃恰如神器，锋刃滑滑，肉质。羊腱、羊肋骨、羊蹄、羊鞭、羊肚，连肉里的筋都能挑出来单烤。没错，这就是敦煌羊肉串，从头到脚，五脏六腑，各个部位一同打尖。只有品尝了不同部位的烤串，才会发现一只羊身上的全部口感和风味。夜色降临，饱览了敦煌美景后的游客会聚集沙洲夜市，寻味地道的敦煌美食。此时敦煌各色美食也开始了大比拼，随着炉火点燃的还有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旺盛的食欲。作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地的古代敦煌，总是门庭若市的华容所交易都会，繁华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深圳、广州。频繁往来敦煌的不仅有使臣、僧人、胡商、胡姬，还有东西方的美食，中原的面点、西域的胡饼、波斯的包子、阿拉伯的烤肉，中西不同食材和食经与敦煌一见如故，在干柴烈火下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味觉的爱欲缠绵。与
相机，李建新的烤肉摊每天需要三只羊，烤出3000多只羊肉串。李建新深谙火候的掌握，肉串在他手中迅速翻转，以保证每一块肉片均匀受热，外焦里嫩。3块瘦肉加1块肥肉，这样的搭配满足了肥瘦搭配的口感。在炭火的炙烤下，白色油脂不断渗入，肉块快速交叉叠压，让羊油渗透在另外3片瘦肉中，油脂迅速锁住水分，让瘦肉更加鲜嫩。李建新最善于把握下调料的最佳时机，尤其是辣椒面，过早容易焦糊，过晚则不能入味，甚至辣椒面的粗细都是经过反复实验后确定，这些细节直接决定了最后的口感。羊骨筋络丰富，胶质纤维细腻，临出炉的刹那喷上一股醋，羊骨的灵魂立即被唤醒，酸爽弹嫩的快感直冲头顶。多元的风土使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地域生长出不同的滋味，骆驼草、芨芨草、沙棘，敦煌戈壁上的碱性荒漠植物，被称为牲口的细粮。与吃青草的羊相比，戈壁碱草中和了羊肉中的酸性，减少了膻气。用秘制调料腌制到位的大块羊排放入馕坑里慢火煨，馕坑肉的烤制是一个杀时间的慢工，精确控制温度，不时旋转，羊排渐渐黄袍加身，表皮酥脆，内里柔嫩。尤为独特的是红柳烤肉，肉块提前腌制入味，用戈壁滩特有的红柳签子穿起，烤制时伸缩在红柳枝条中的碱性物质挥发出来，分解了羊肉的腥味，为肉串增加一种独特的椰香。串肉，你往上慢，往上慢，一阵灯啊，对了，来，老板，我再吃个。你要不要试验？敦煌烧烤的最佳拍档是杏皮水。大扣的好，杏皮水。杏皮水酸烈清爽，能快速消解烤肉的燥气和油腻，被称为敦煌烧烤的红粉佳人。行了，这不能吃了。敦煌烤羊肉，我要吃了。敦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利于水果养分和糖分的积累，让敦煌的水果别有风味。尤其是敦煌的王牌水果李广杏，更是全国独有，皮薄肉厚，甘甜如蜜，但不易储存，风干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每到夏季，敦煌人都有晾晒杏干的习惯，家家房顶、户户院内都晾着杏干。
并杏干熬制杏皮茶，是敦煌世代相传的自制饮品。小火慢熬，储藏在杏肉里的糖分果酸开始释放分解，制成糖。枸杞冰糖的加入，让杏皮茶口感更丰富。卷丝是一米，笑笑。亚洲大陆的北部，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干旱少雨，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帕克拉玛干沙漠。丝绸之路就越过这片死亡之海，艰难而曲折地穿行于零星散布的沙漠绿洲之间，将东方和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连接在了一起。敦煌就处在这条东西文明大通道的十字路口上。敦煌四周都是沙漠戈壁，造物主对这块土地最大的垂青就是祁连山雪水。曾是古代游牧民族家园的敦煌，肉源非常丰富，而且古代敦煌人喜欢狩猎，莫高窟壁画上留下了很多狩猎图和动物形象。频率最高的，西连新疆，北临蒙古高原，南接青藏的敦煌，周边都是吃羊世家。敦煌兼收并蓄，也练就了自己的吃羊大法。还没亮，夏红明就赶到他的羊肉合汁店开始忙活。来了，你好，是哈？啊，对啊。走唐府口，唐了多少？唐了。应该是给你们的。这骨头熬了多长时间了？两个小时了啊！骨头汤已经要熬到四个小时以上了，再把那汤味熬出来。一碗优秀的羊肉合汁从羊汤开始，等待羊肉羊骨头慢熬出味的功夫，其他配料粉末登场。按理说，羊肉汤配羊肉丸子更顺口。但鹅之举化界选了猪肉丸子，两种肉味混搭，竟然毫不违和。留点肉馅给它换个马甲，又多了一种口味。摊好的鸡蛋饼包馅炸出，敦煌主角加沙。将豆腐条、加沙、猪肉丸子、粉条、木耳、切好的肉片依次装碗后尝，等待和羊汤的火热相见。
此时店外早已排起了长龙。大小孩子要大小两张饼，两个鸡蛋吗？我来上班，大小鸡蛋。好，让一下啊。然后粉包，谢谢啊。啊，不是，五号多加二两肉。五号，来。敦煌人的早餐首选就是羊肉和汁，如今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早餐。本地人冲着老味道，外地人奔着去尝鲜。为了保证锅气和新鲜，每一碗合汁淋上桌前，才用滚烫的羊汤反复浇透，最后撒上葱花，盛装出茶。合，多种食材的合合；汁，指羊肉汤，这就是散发着混血气息的敦煌羊肉合汁。敦煌羊肉合汁，好吃的带。直至夜半，最具各色美食的沙洲夜市才偃旗息鼓，四方游客的深夜食堂曲终人散。陀螺一样忙碌了一天的李建新终于能歇下来喘一口气了。来，咱们吃下胡椒焖饼，本地的胡椒焖饼。六个月的煎羊丸子，哎呀，嫩得很。从宰羊烹制到上桌入口，前后不到两个小时。老薛的这盘胡杨焖饼，让西出阳关的告别仪式，充满了温情与暖意。来去的风云暗藏无尽慷慨，以丰饶与美好温暖人间，抚慰众生。要美食不上你的桌，根本停不下来。迎着滚滚涛浪，有多少往来人奔走不休，只为得到一份弥足珍贵的厚爱与犒赏。打捞起海底的世界，打拼出家人的生活。看似简单的一羹一饭一杯一盏，尚有万千滋味不曾言说。凌晨三点，渔船匆匆离开码头，借着月色与微光，在隐约的海面努力认清方向。三个月的休渔期过后，父子船再次出海。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来自太平洋的风常年吹拂，暖流与黑潮带来大量鱼群，造就得天独厚的渔场。两小时行驶三十余海里，凭借直觉和数十年的经验，父亲决定撒下第一网。早在旧石器时代，渔猎是人类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如今海洋变成我们最后的狩猎场。
渔网在水下沉了一个多小时，有多少收获，没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用力拖拽，试图把海底的世界打捞上来。一些小个头的海鲜零星挂网，这是不错的兆头。期待中的鱼获随之而来，体型修长，一条条闪烁荧光。黄鳍带鱼，当地人称之为黄金带，平滑如丝帛，光亮如双月。几个月的休养生息过后，大海再次解开兜囊。渔船靠岸，女主人已经在港口等待。父子或夫妻出海，当天即可来回。这种小规模捕捞的渔获，当地人统称为小船海鲜，体型不大，卖相也不够齐整，却因出水时间短，拥有难以企及的时令与鲜活。鲜物正当季，大道至简的烹调，浓墨重彩的成色，色泽与香气风格多样，口感与味型均属上乘，有新鲜食材打底，好未来的轻巧而出脱。黄鳍带鱼蒸熟，以黄椒相佐，清新与酸爽呼应。煎制后加高汤，鲜味越发醇浓。带鱼酱油水收汁后充分入味，滚上面糊入锅油炸，热力之下面皮变得金黄松脆，宛如一道岩石的屏障，将带鱼的身段抱个满怀。外壳焦酥，咸度与香气融合得恰到好处，一瓣瓣洁白嫩肉，质地如润玉，入口又滑香软。小升初的考试刚刚结束，女儿渴望到县城最好的中学读书。依靠出海捕鱼养大一双儿女，他们是全家人最大的希望。午后的功课，飘雨的季节，时光漫不经心的逗留。贻贝，双壳类软体生物，当地人叫它淡菜，不加佐料，清水白煮就好。从捕获出水到趁热解馋，时间以分秒计。极鲜的甘美滋味，在略微烫口的热度中触达顶峰，根本停不下来。母亲总会拿出最好的食物装进孩子的童年。徽族俗称佛手螺，这种额颈藤壶是虾蟹的近亲，根部的一团小鲜肉，质地脆韧弹牙，嚼劲十足。你是店里下最能干的妈妈，饭做得那么好吃，嗨嘛，让美食堵上你的嘴。总有一种味道会在不经意间落进孩子的记忆，连同当时的灯影重明，氤氲笑意在岁月的磨痕中越发清晰。这是让时光重新接续的味觉密码，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家的味道。
凌晨四点，茫茫海面下一片夺目的灿烂，渔船已经在海面上漂浮六个多小时，又是通宵达旦的劳作。选择合适契机布设渔网，大网周长数百米，形成一道巨大的水下陷阱，快速收拢，期盼一夜的等待变成盼满苍满。虽然没有诺言必须兑现，但大海总是借助渔获显示自己的殷勤和大方。枪乌贼，海洋软体动物，体态玲珑圆滑，是鱿鱼家族里的小可爱。在东山岛，人们将此类鱿鱼统称为小管，这是当地最引以为荣的头牌食材。看似简单的烹饪，出品的色香味却是上等。白灼后投入冰水，冷热交替，肉质变得格外脆爽，以酱汁浇淋，在食客口中搅得翻云覆雨。洋葱蒜头倒入砂锅，炙烧后充当吹气和调味料。小管依次码放，文火焗熟后加香料香草，入口柔韧 Q 爽，香气与鲜味内外兼修。极鲜的食材，质简的烹烧，以葱香或辣椒油辅佐，肉质清新纯粹，净弹而不失脆口。被超市厨房里，母亲开始教女儿烧菜。那个煮太久了也不好吃，然后煮时间太短了，那不熟也不能吃。姐姐口也塞过了，你要向她学习啊，记住。你相信她。女儿升入理想的学校，这是全家的骄傲。姑爷，要恭喜她。现在打弟弟要趁早，哦，对不对？成长路上，铺满父母的期望。真厉害！我帮你继续，好，加油。好的。废话不啰嗦。今晚自然少不了一顿好饭，刚补来的小馆最是应景。丰收与喜悦，连同大海的物产和盘托出，换来全家按捺不住的笑靥。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够了，够好。窗外明月，案前灯火，再有家人对坐，堂下摆好味一桌，正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烟火人间。小酌一杯，化解身心的劳顿，幸福点点滴滴在夜色里徐徐晕染。吃海鲜就配甘酒，吃了不都烧烧。哈哈哈哈，我无讲啊，大家辛苦啊。清晨，薄雾携带陆地的愿望，陪伴父子船向海洋前行。人们透过晦明阴雨，寻找海面下的一线之机。面朝汹涌波涛，不惧怕百般辛劳，把风波里的出没化成杯盘里的斟酌。穿过飘摇风雨的一双双眼，将多少期待投向未来和明天，仿佛那里有未曾开启的过往，有可以从头再来的时光。然而只得一生，看过一路风景，无不是生活的涛浪，岁月的风霜。
还记啥呀？这里展示的是当时的主食，出土有稻谷、粟、小麦和麻子。姜、笋、藕、芹菜，我可以想象一下，基本上我们吃的跟2200年前是一样的。对，那么当时他们食用的这些肉类也非常的丰富。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完整的天鹅骨架，像下方有兔骨，这些都展示了。兔子。兔子做错了什么？就那会儿给我的感觉，所有能喘气儿的，他们好像都吃。那这里展示的是三个平盘，这个是装小龙虾的，这是装剁椒鱼头的，这个是装豆角的。其实它也可以当做这个食物的托盘。在莽堆汉墓当中出土的这些优选的食材，还有非常精美的漆器，也反映了我们长沙呢自古以来就对美食和美器都有较为精致的追求。这是您本站的调研报告。首先鱼肯定是要排除的，口味虾实在是有点整不了小龙虾这个物种，所以也排除掉了。那么就剩下黄鸭叫荷包蛋。黄鸭叫是啥？黄鸭叫导演不让说。行吧，就选这道菜。上当了，黄鸭叫还是鱼，千挑万选还是选了个鱼。哎，这个黄鸭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长沙的历史小吃，呱呱呱。行，行。对面有面镜子，小时候我们家也有。1997年的，我还在上艺校的2年级，应该它就开了。我看到隔壁桌上了一个菜，是不是就是我点的那道菜嘞？我觉得黄鸭叫这件事情，我很快就可以解开谜底。你们是本地人吗？我是本地人。你们点这菜叫什么名字？黄鸭叫。它肯定是条鱼，对不对？对。那为什么叫黄鸭叫呢？你知道吗？我回来吧。你个长沙本地人，真不知道？真不知道。百度一下。黄鸭叫为什么是鱼？由于用黄鸭叫能发出鸭子一般的声音，真的才因此得名黄鸭叫。但是它真的会叫吗？也不知道，没人听过哈。反正就你们从小就这么叫它。对。地下党接头终于整明白了黄鸭叫是啥。谢谢。夏哥，你的菜来的。好，谢谢。你先。哎。哦，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黄辣丁啊？但如果是黄辣丁的话，我觉得我还行，因为这个东西在火锅里经常出现。咱先不说味道，咱就说这鱼是炸过的。今天这个热量表要是不爆就奇了怪了。哦，这个鱼别看炸过，还是很嫩的，这边的肉。
而且鱼肉嫩到你可以像脱粉一样的。你都不用咬它。这鸡蛋也是，炸完煎完之后，你吸收更多的汤汁的味道，然后它很入味，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这玩意儿太下饭了。用本地的豆瓣酱给高汤调味，辣椒也悉数登场。过油后的黄鸭叫肉质疏松，肆意吸收汤底，但塑造这道菜独特风味的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一种原产中国的古老香料，叶片中的紫苏醛赋予它类似孜然的辛香和薄荷的清新。在湖南，紫苏与河鲜是绝佳搭配，高温下紫苏的香气喷涌而出，鱼肉注入婉转迂回的独特香味。紫苏并不是湖南独有的食材，但湖南人却用它做足了文章。只以为紫苏、桃子和姜是一个搭配，没想到它还可以掺这么多水果。长沙人对于食物的创造力，包括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还是非常强。那怎么卖呢？15块钱一份，自己可以分一家。加多少我说了算。对，你学建筑的吗？我不是。建筑的话，他就会，那怎么去压？一压的好多。那你不要小看我噻，可以压吗？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哈！我告诉你，不要哭哈、啊，这些底下的我打底。哦，圣女果也很好吃，但是圣女果性价比不高，很漂亮的。我知道，我不要，不要诱导我。你这一层一层的，还说不是学建筑的。做人也不要太贪心，2块就可以了。哎，啊，怎么样，漂亮？尝一口啊，有点酸。好吃的，这个紫苏的味道就要比刚才我吃的那个黄鸭叫的那个紫苏的味道要更充分一点，香和浓，然后还有一点点酸，酸酸甜甜的恋爱的感觉。Hello， 小词儿还挺多。啊，这汤汁很好喝呀！灵魂，没少看书啊你，而且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长沙非常畅销的小吃，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解辣，而且还解腻。对，你会很开胃，这种开胃的感觉就像你刚才那顿饭没有吃，这可怎么办嘞？
我听他的声音，轻轻的，轻轻的，从不会停的，我们总在一起。现在这天的颜色太好看了。这条街好长啊！你看后面多少人？一二三，全是人。你就发现长沙人对于吃的的这种热情、激情，那是让我特别敬佩的。就亏得我是吃饱了来的，你要空腹到这鼓浪这地，你真的拔不动腿。不要羡慕做美食节目的人，觉得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很开心的样子，但其实真的很撑。虽然我很适合做主持，但是这毕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不能在这个节目里吃成个180斤的胖子，我回去怎么办？我得拍戏啊。放超多，这就是我们湖南人夜宵生活的开始啊。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来挑战吃这个，就是这个是爆辣的，我们来吃一下。来，我们准备好了，开始了啊！有没有衡阳的粉丝朋友们？有衡阳的粉丝朋友们，扣二啊，给他加油，好不好？是有张家界的老乡，有长沙的老乡们，给我扣一，好不好？给主播打气啊！来，我们开始了啊！好。有些人说衡阳大哥从气势上已经压倒我们，是吧？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别当人面说，跟他一比，我真的太不专业了。你这是专业的美食，他刚才在直播间里比吃辣，包括他那些话啊，就是说的中间都不带有逗号的。导演，你看看人家那台本写的，我得加油了。你也可以，加油。走，想想明天我们比吃啥。贵州三大酱香品牌贵州真酒邀您继续收看。完了，遇上难题了，有生僻字。大爷，这俩字怎么念？导演要能告诉我，就不问你了。算了，我还是问老板去吧。哎，老板，这两个字怎么念？但是我还真爱去。普通话的话就是真挨接，挨接就是奶奶的意思。奶奶的意思。嗯，对对对，奶奶的意思。挨接。啊，对对对。货色是这个是吧？哦，要一个这个。好好好，谢谢啊。哎。也不知道他这个腰花是怎么送桑拿的，但是看着大家伙吃都很香。这个就是啊。这个是生的，等会有人能给吗？哦，生的。但他为什么把生的端上来了？怎么？站起来一会儿。怎么吃这个还要站起来一下？还要站起来啊？对对对，这么有点。还挺有仪式感的啊。吃了啊，这就熟了。对对对，可以吃了。放久了就老了，不好吃。哦，对，趁现在吃是吧？肯定熟了哈。对对对对，我以为挺复杂的，结果就这一下啊。就这一碗，又是热量爆表。但是你别说，这也不辣。
但是是真油啊，也是真香啊。也是真烫啊。等我整个勺，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别的东西，是石头吗？雨花石不仅可以承受上千度高温，还能长时间保持温度。长沙人巧妙地让它成为烹饪的帮手。新鲜腰花用辣酱腌制入味，这只是第一步。投入200度猪油中，只需15秒，腰花断生，再加入盐水去腥提味，口感鲜嫩，香辣中透出咸鲜。雨花石持续传热，不仅防止猪油凝固，也让腰花的风味更加迷人。长沙人真的是聪明，就是用这种方式尽可能的保持这个食物的长时间的这种温度，大写的福。就第三家了，这一排房子几乎每一家都是 KTV， 而他们起的名字也特别的有年代感。上面我，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安排吗？火车运行的速度很快，但这条街就像没有动过一样。你觉得这一切都特别穿越，就有时候它像一个月光宝盒，打开那一瞬间，就会让你回到20年前。哦，这个是大饭店，这几天吃饭面积最大的一个。哎，我要吃那个，有鱿鱼炒肉丝啊。对对对对对，最招牌的鱿鱼炒肉丝，这个也要。辣椒能吃吧？正常啊。辣椒正常。好的，谢谢小林啊。可以了。鱿鱼本是海边特产，但湖南人却用自己的方式赋予它全新的湘派口味。小米辣爆香，肉丝煸出油汁，保留鲜鱿鱼的软嫩口感，要尽量缩短烹饪时间。切成细条，大火爆炒，鱿鱼和肉丝的香味相互交融，不到1分钟，一份地道的长沙小炒在香和焦的临界点迅速出锅。哎，这米饭对不对？啊，对对对。坏事，朋友们，我现在真的下意识的想都不再想的就把米饭给拿过来，真的，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怎么回事？连想都没想。我这还是得想。
好像是得吃米饭了。真的是。肉末吃得很细很小，吃到嘴里主要还是鱿鱼的口感，有点筋的，很有那种咀嚼的快感。你看这些辣椒都，肉鱼也没放辣椒，剩下都放辣椒了，但是它并不是很辣，还是说我的舌头麻木了。其实这个也很辣，但我并不辣，但是看看看，我都哗哗辣的流汗了，我还咬着后槽牙说不辣。老板这忙的，老板忙活完了，我觉得可以跟老板唠了。建议啊，来这儿吃饭，点咸蛋黄跟鱿鱼。你说你吃七八口鱿鱼，最后塞一块咸蛋黄，哎呦，那味道就中出来了，鱿鱼更好吃了。嗯，好，阿姨你好，你好。我是绿马，您坐，您坐。那正好有好多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来，因为鱿鱼是海边的东西，对吧？不是咱内陆的。您是怎么想起把这个鱿鱼跟肉炒在一块儿？但是我这个工作单位是长沙，是肉食水产公司。哦。就经营就是海鲜。哦，那怪不得。拜年的时候，单位上分这个东西给我们。啊、哦。每个人家的都做这个菜。到你们家吃这个菜，到他们家就我的菜找的最好。所以您后来开饭店就把它当成主打菜。主打菜。像您在水产这种工作，在那个年代是属于铁饭碗啊。最好的单位，有吃啊。对啊，那您怎么又想起开饭店了呢？那时候儿子刚好没考上高中，嗯，就没工作。他说妈妈的菜搞得好，就我们开个小饭店。当时正好也赶上那个时代了。嗯，可以自己开，个体经济。对，没地方，那时候没钱。是，那就把我自己家住的房子，26个平方的房子，刚刚开饭店还是有人看不起的。那就是说，没了儿子，自己就忍受一点委屈也好，怎么样好。因为为什么呢？本来我是跟他爸爸离婚的时候，是每个人分了一个孩子，那个小儿子分给他以后呢，他没决心带，没带好，就走了。所以我现在也亏欠那个小儿子的，所以我在这个大儿子的问题上呢，我一定就要帮他一把，来弥补我心里这一块心痛。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您做这些菜的时候是有感情投入的。对的。阿姨，对不起啊，我又提起您的伤心事。那过去的事情过去了，已经我也这么多年了。开饭店的时候还是36、37岁，我开了三十，今年37年了。您现在这个餐厅多大？现在这个饭店有800多个平方。也就是说，您37年，从26平米到800多平米。37年前26平米的时候，您有想过今天会有现在这个样子，800多平米？没想到，我感到我最欣慰的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来，长沙市这么多人都知道这个饭店。到这个店来，首先第一个菜就是鱿鱼肉丝，看见我都像亲人一样。他们小时候做小孩的，现在做奶奶了还在吃，几代人。这已经变成他们，记忆中的一个味道了。对的，感恩他们。阿姨，您喝酒吧。我喝一点点给你。我陪您，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阿姨，这酒怎么样？玉口肥甘。贵州真酒的酿造水啊，是赤水和上游地下水，加上遵义本地的有机红缨子糯高粱，坚实饱满，水质好，原料好，酒的味道自然甘甜爽口。只有到了长沙，才让我对湘菜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既有火爆的辣，也有温柔的辣。这
这座城市也如此。既然我看到了激烈直接，同时也让我感受到温柔和细腻。晶莹剔透的，挺鲜的，因为它的皮油这个粉的，然后豆腐加上豆芽，看起来很可爱，然后 QQ 弹弹的。这种精致的美食来自大神身府，在闹市它是人人追捧的明星小吃，在发源地它承载的早已超越了美食本身。怀玉山脉腹地，三清山脚下，一条大溪贯穿全村，溪水四季奔流，似乎在娓娓述说着背山的雄狂和桂湖的由来。谢老伯回来，谢谢你啊，盼你。哎，你盼俺们在买豆腐。再给你切小块点。村里唯一的菜铺，豆腐和冬笋已所剩不多，好在朱喜英早有预定。烤饭。今天是元宵节，乌老果是村里各家团圆饭上的必备菜品。馅料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新鲜的肉，瘦肉，再放点冬笋。豆腐一定要煮，你再包起来乌老果，那个豆腐就干干的，乌老果就不会痒。再放点葱兜下去是最好吃的。我等一下把你留在这里就是好吧，等一下再没电就没有充电器给你充嘞。至少你不会一下子就没电吗？又不像爸爸那个手机一样的，爸爸那个手机就是的。儿子儿媳缺席了年夜饭，好在有女儿外甥一直陪伴，老两口这个年过得不赖。整个春节的团聚让人流连，流连过后一家人又要分离。以前出去不用带被子，不要带东西， 在现在出去要带被子带行李，把衣服装起来。再出去晚上早点睡觉，不要玩手机玩得太晚了。那是肯定了。朱喜英在县城帮人烧饭，明天一早就要出门。干脆我的喝点小哈，也不可怜，什么可怜呢？我们家里好不好啊？水也好，空气也好。这难啊，在家里没钱哟。制作乌老果是桂湖村主妇的必备技能，朱喜英的手艺风评最好。两个宝贝爱吃乌老果，外婆可不敢怠慢。做乌老果都是三绝粉，做两斤，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坐一起在做乌老果。山蕨粉，正宗乌老果必用的食材，因为取之不易，数量稀少，朱喜英不舍得吃，寻常做乌老果都用红薯粉代替。再珍惜的食材，家人爱吃，老两口绝不吝啬。朱喜英在为团圆饭添加能量。此时在怀玉山中，一种植物也在蓄积能量。两个月后，在春雨的滋润下，蓄势勃发。山蕨，这种寻常而顽强的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幼嫩时的茎芽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肴。蕨菜炒腊肉，浓郁的香味和动物油脂相得益彰，是人见人馋的干饭利器。凉拌蕨菜，
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阿拉伯胶双重加持，嚼起来不黏不腻，口舌生津。在贵湖人看来，吃山蕨芽的都是初级玩家。每年这个时候，王宣斌都会进山挖宝。山蕨根在贵湖有专属称谓，乌老上饶德兴山区土话，指皮肤黝黑、穿戴邋遢的男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乌老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混名。当地传说，黄歇为躲避追杀，逃到大毛山隐居，冬季挖山蕨根提取蕨粉，和成面皮，包野菜充饥。乌老果就是黄歇的无奈之创，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哪怕落难也要吃得精致，到符合公子春申的身份和秉性。哇，这个乌老好腥！我天，乌老，你这没有三大王，你饭都没有力气干。山蕨生于山地阳坡、土壤深厚之处。入冬，地表茎叶枯萎，养分收藏于根茎，富含蕨粉。搞回来洗干净，那、洗干净就是这种模式。洗干净再用半锤锤，半石板上锤一下，锤烂去，用盆给它装起来过滤，就让它沉淀到第二天，再把那个水倒掉。蕨粉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湿的功效，多次的勤劳才攒下来四斤半蕨粉。粉调得好就好做，冬天粉一定要蒸一下，等一下再来泡。那水一定要开，有100度就可以泡，80度都泡不熟的。我是还可以。一次没失败过，都是标准的，泡起来都是有用的。给它搞了一坨一坨，拿保鲜袋装起来，等下冷了就不好了。好烫啊！蕨粉嫩滑，取一面团搓成长条，切小块煮熟。萝卜丝煸炒出味，倒入汤中，便得到一碗溜滑的乌老秋。这个好吃哈，番茄好吃吗？好吃啊。我张景轩真是顶呱呱的，你看那皮擀得那么好。是擀得好哎，我8岁的人。这乌老果在回家再做爷爷吃哈。蕨粉细腻，擀出的面皮纤薄如纸。这乌老果，我感觉我女儿包出来比别人就是好呀。手艺是祖传的呀，从小就跟着我老妈、我外婆学做乌老果。张成，你那果没做几个，身上那么多粉，也不拍一下了吗？蒸果前要用水打湿，防止破皮，只需10分钟，果皮呈现透明，便可以起锅了。用猪油充分浸润，不仅防止粘连，也让乌老果更加的鲜香诱人。浇上酱汁，点缀红椒香葱，内里清清白白，外皮透亮 Q 弹的乌老果让人垂涎三尺。好吃吧？嗯，是。像我学包裹哈，你看，哎，大口大口吃，男童子健。要关门行动了啊！最后一个姐姐，裙子吃饱了。
以前是想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想不想到北京去玩啊？有钱到外面去闯闯，去开心一下。在我这租了房子，欠了十几万块钱账，那肯定要去打工赚钱，把账还掉。还是不出去，这不想。小孩子太远了，他有他的生活，我不拿什么负担给他。在现在就想，小孩子过得开心，他们身体好，我两个人身体好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大家过得开心点。每年他们要是想回来过年，那我就开开心心过年就是了，一家人团团圆圆啊。生活总会用诸多无奈来撩拨世人，热爱生活的人却总能得到丰厚犒赏。正如乌老果，生子苦寒，终归铅华。人说山下好，我言山间妙。论这番酷暑实景，水蓝是叫人畏惜的。这段文字摘自一位意气风发的水蓝村儿郎70多年前所写的日记。人到中年就忘事休了，是吧？50多岁就没用了。一本1949年千皮山乡无名之辈所写的日记，50多年后辗转流落到上海滩，被一位好事的历史学者发现。他被日记中细腻的笔触吸引，由此展开了对一位边村山民跨越半个世纪命运的探索。上海的两三次，江西的来了一次，江苏的也来过有，就是采访我父亲的，就那个父亲。也让籍籍无名的水蓝村闯进了大众视野。水蓝村，一个位于江西安徽交界处大山里的村庄，海拔520米，婺源境内最闭塞的山村，被称为雾水源头第一村。日记由宣纸订成，绵软泛黄，封面上书有日记和詹庆两本字样。兄弟几个从来没见过？没有见过。出神都没出神呢，是吧？他可能他自己都忘掉了。他自己都忘掉了。詹庆良辞世前曾因为这本儿时写下的日记，因文化学者纷至沓来，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在他被追捧为名人的高光4年中，老人却从未在名和利上动过一丝念头，让村人由羡慕变成不解。没有什么利益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到我父亲呢，一般就是很大的事业没有什么做，就是糊里糊涂的，也就是平平常常的过了一生，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他的看法就是他名义上有一点出名，其实就到我们城里没有什么出名的，我跟你说。詹家法口中糊糊涂涂的父亲，一生都在关心着粮食和蔬菜。现存的166篇日记中，父亲詹庆良曾有79处提及米价和收成。旧年粮食来路，有钱也有买处。今年交通闭市，有钱无处可奔。早上很早就起床了，一般都是
要等车要等几个小时也不一定的。我们一般下来就是放古蛋，等车的时候一般就是看到车子撑纸的车，就是一挥手他们就停下就上车了。叫个我的车，你的车啊，要命！詹庆良曾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同伯父往石城抵米，问及米价，每元可抵两斗，主人家抵不卖，想及往返颇费周章，只得买吧。”想必当年父亲挑担下山采买物资，如今交通已便捷得多，但没有大事，山民仍不愿花费一两个小时车程下山。詹家法也是没能逃出大山的一代人。物源多山地，水稻难以种植，大米颇为珍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将米碾磨成米粉做菜，是水兰人领悟到的山民智慧。老婆，今天做糊豆腐。糊豆腐，物源红白喜事的头菜，荒年里赖以充饥的野趣。这个糊豆腐也是婺源一种名菜，也就是，做好事的时候，一般就是搞这个糊豆腐的。虽是头菜，用料皆是寻常之物，甘笋、香菇、豆芽、自家菜地的红椒，以及稀松平常的老豆腐。烧灶热油，配菜一股脑倒入，翻炒至断生，火候全新精密。各家做的糊豆腐往往口感不一，只看手捻豆腐的力道。自家研磨的米粉是让豆腐糊涂的关键，搅拌豆腐需余可不浅。人一生中就是反正跟那个豆腐一样的，就是糊糊涂涂的，就是过一生。遗憾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们已经注定了在大概大三年了，没有什么大的遗憾。山民自有一番处世哲学，糊糊涂涂便是他们与世无争的底色。偶然被触动的詹家法反复提起这个词，是因为年仅六旬仍没能走出大山，他觉得自己的不甘欲成劫，又被大山揉碎，如同这糊豆腐在油盐柴米的桎梏中不可名状。水兰村民世代以贩茶叶茶油为生，直到解放前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有两位幼龙人肩挑布来换茶，有人问起换价，他说布一尺易换茶叶三斤。上半年是靠茶叶，下半年是靠茶油。水兰山民的经济来源仅靠上半年一季新茶，下半年一季茶籽。3万块钱就是糊成活，就是可以糊得过去，就是想做什么事呢，就都没办法做，就是。但也有不糊涂的相当，打通了茶叶销路，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将客商引进了大山。我儿子他们都是外地去干活的，到这个山沟里赚不到钱的，就是。儿子一家如今都在广州生活，每逢过年才回家一次。但山里的自留地仍需要打理。詹家发也曾外出务工，但觉得外面的世界太过拘束，又悻悻然回了水兰。几年前动了两次手术，现在又无法干重活。清晨上山为茶树除草，是他写在山间的日记。70年前，父亲为了分担家务，放下了毛笔，抬起了锄头，成为山野间一农妇。与父亲一样，一生羁绊在水兰的詹家发，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孙辈能闯出大山。他执拗地认为山里太苦。看大花园内有两处好花，一处开红色，一颗花开白色，由此红白两花，对我读书案前，闲来很喜赏玩。跟我们想得开点的，你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也是可以的。那主业免掉。嗯。这世间要说苦也未必苦，他能糊涂处之，自得一番乡野真味。糊糊涂涂成为一介山民，糊糊涂涂地在山间开枝散叶，糊糊涂涂地走过一生，任凭浮云朝露，珠流必转，光阴不知去向。正如父亲15岁时在日记里写的，早时一望东方，忽见一只飞鸟飞往西方而去，不知此只飞鸟飞到何处去停下。田墩镇生产煤炭和黄牛，镇上人的营生大多与这两样有关，江立群也不例外。那个谁去订上结果去了哈？16年前，老矿场倒闭，在矿上做卡车司机的江立群成了失业工人，没了生计，只好随大流外出打工。到厦门打工，就台资企业里面开车嘛。我就在里面做那个司机开车嘛，开了将近两年。打工虽能缓解一家生计，却解不了江立群心中的结。哎，在外面打工也不是个头，不可能在一直在外面打工，后面就想着回来。一家子在外漂泊，终归不是出路。既然早晚要回老家，不如趁年轻还有闯劲，回乡创业才是正途。我妹妹那时候跟我讲，她说要不你回来开个饭店呢，反正你也喜欢烧菜，烧得蛮好吃。带着对美食的热爱和5万积蓄，江立群回到田墩开餐馆。新手入行，喜欢玩花样，从川菜师傅换到东北菜师傅，店里主厨换了一茬又一茬，生意始终入不敷出。川菜到我们这里家乡这边呢，他们就不是很合口味，他们说哎，又不怎么好吃。把爱好变成事业，
往往会被现实的挫折消磨。这世间最好的老师不是兴趣，而是生存。一位艰难创业的农村女性，此时能依靠的只有她的不甘和坚韧。蒋丽群终究还是拉起了锅铲，站在了灶前。刚开始有怕做不到好，但是我每天都在想这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我几乎白天做的事，我每天回来晚上我都会想一遍，今天什么事没做好都会考虑一下。油是精神，盐是气力。矿区工作繁重，蒋丽群对此深有其感，思索出重先重浪才是让食客口舌生津、流连忘返的不二法门。前阵我们这里有好多地方养了黄牛了，小黄牛了，哎，牛肉了，肉质比较好了，我们就直接做这个主菜吧。爆炒黄白是江丽群的拿手好菜，黄即黄牛肉，白即白萝卜，一荤一素，能在火炼中淬炼出什么心思？新鲜牛肉买回来，它切也有讲究的嘞，它要横着切，不能直着切。直着切炒的牛肉就很老，切好以后呢，那就用酱油啦、啤酒啦腌制一下以后，那直接放下去炒，炒的是原汁原味。萝卜丝放下去脆脆的了，很好吃。爆炒这种既结合矿区剽悍民风，又将重鲜重辣发挥到极致的烹饪手法，让江丽群一朝开悟，从此食客便成群结队，日日见长。只用了5年，江丽群的破败老屋变成了院落别墅，苍蝇小馆变成了豪华酒楼。挺辛苦，但是我也很热爱这份行业嘛，我想把我自己做得最好。要在牛肉馆林立的田墩做到最好，江丽群还得刻苦钻研。我就把我的菜烧给别人吃，吃完以后呢，我看桌子有没有剩菜，如果是整盘菜拿回来，那肯定是有问题。所以我就不懂，每天都在这样子努力去学。丽群水煎饺既没有重鲜重辣的田墩特色，也无关田墩人喜爱的黄牛肉，却成了镇上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面粉我们一般都是定制的，它这饺子皮做得非常好，做得又薄又白，手工包要包紧，它是一定要那个好的五花豆了，就放点盐巴，放点那个一级鲜。包好的饺子齐整入锅，加水将将没过，中火慢煮，饺子馅溢出的油脂经过收制，又紧紧附着在饺子皮上，色泽油黄，内里鲜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做到别人爱吃。热爱总在不经意间回馈为之付出的信徒。水煎饺的创造彻底打得了蒋丽群的任督二脉，也让他的爆炒功夫上一层楼。干锅牛筋历经焖炒两道工序后，滚烫上桌，鲜辣弹牙，香气四溢。
田螺宝，内藏乾坤，猪肉牢牢锁住螺肉的鲜味，鲜爽可口。这以前我们最早的大师傅，好，你感情很好，哎，还宴会厅，哎，新的宴会厅在装修，我带你上来看看。那一级绝放，绝放那有我给他干湿分离的，俺爹就光个地方出出来个了，你爹就三个了。刚开始是租别人房子，差不多100多平，越做越好，我就扩大面积了。做大一点，不然我的小厅可以摆全色纸，而且移动的屏风。从100平米的小店到2000平米的宴会厅，江丽群用15年完成了从下岗女工到爆炒女王的华丽转身。各种心酸，她却鲜少向旁人提起。他店里很忙的，4年多了，煮个鸡蛋，腌一个。白水淡，朴实无华，连同家人的默默关怀一起都在袋中，却能为江丽群提供坚定能量。创业本就不易，守业更是艰难，或文火慢炖，或猛火爆炒，先成小花牛。通往幸福的道路并非一途，真挚热忱的初心也许会被挫败，但从不会被辜负。这重鲜重辣的乡野真味，或许就是乡村创业人的张扬底色。成都平原，风味汇聚的天府之国，物阜民丰的着卧之地。因为一种美味，数代人携手相传，秉持对家的深沉眷恋，对食物的至高信仰，与方寸间耕耘不息。三尺灶台，自有风云天地。这是普通而不凡的食物，换来四季的温饱衣食，家人的笑颜满面。凌晨的街灯下，城市睡意朦胧。早起的龙哥要努力打起精神。像我亲爱的小魔头。不等夜色离场，自家的小店，磨刀霍霍，将几头羊进一步分切。羊肉馆连续经营了96年。传到龙哥已经是第4代。父亲也匆匆抵达，食材的优质与新鲜是好滋味的保障，父子俩小心翼翼，谁也不敢疏忽。简阳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长江支流沱江穿境而过，充沛的水系、宜人的气候以及丰富的四季物产，为简阳赢得天府雄州的美誉。好嘞呀，蜀地饮食自成一派，一种火辣热度和一抹火红色彩，是川菜多元味型里最醒目的招牌。精心熬制的辣椒油，当地人称之为蜀油海椒，用来调拌凉菜，火爆辛辣，色香味都好，让人一旦开动便不忍释快。与重口味食材相配也是大有可为，凭着压倒性的浓烈气息，将腥味驯服，彰显润嫩之物的独特风韵。拿捏适度也能让它变得乖巧，烹饪时不慌不忙，等食材从容入味。
份香辣羊排了，比刚刚多了一份。是啊，楼上有位置，坐楼上嘛。入秋，羊肉馆的食客逐渐增多。妻子里外一把手，点餐、清扫，身兼数职。那个一三万，两三六哈，自然羊排。好，谢谢。每到饭点，龙哥总是忙得一团转。二六七号，二六七号。全家人各司其职，确保小店的正常运转，努力留住老主顾和新面孔。辣椒原产于南美洲，明代时传入中国，落地生根，如今已经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调味品。车子，连着一起。哇，这么多！这个等下回去拿去炒回锅羊肉，绝对巴适。无论外来的物种还是本地的出产，凭借旺盛的生命力破土而出，以多元的味道和口感。丰富生活的苦辣酸甜。爸爸真男人不怕辣，是不是？海椒辣还是我辣？还是你辣。四川女生就是要比外地的辣，四川的海椒都要辣些。来，弟弟慢慢的，等妈妈这儿来。四川各地均有引以为傲的美食主打，而简阳以羊肉独树一帜。想要稳站一脚，必须洞晓风味的奥妙。先用秘制酱料码味，以红薯覆盖后蒸熟。粉蒸羊肉，麻辣味与绵长的回甘一举两得。想延续老店的好口碑，龙哥有太多心诀需要掌握。羊肉末稍加煎制，加豆瓣酱烹炒，芽菜、榨菜带来几分咸香。笋和香菇碎增加甜润与爽脆口感，葱花香芹按比例搭配，充分搅拌制成的肉馅色香味各自美妙，整齐包裹折成一个个长方体肉盒，随后再滚一层蛋液。那二年我包的这个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这边还不是这边我包的哦，都是你包的，都是我包的，好看都是我包的。撒上洁白细碎的面包糠，其貌不扬，肚子里却暗藏乾坤。文火油炸，外壳遇热脱水，获得灿烂的金黄色，质地酥松焦脆。轻轻掰开，一众的好味道前簇后拥，羊肉越发鲜美。当地人迷恋的另一种滋味，需要经过时间的点化。选用最新鲜的食材，辣椒、紫姜、萝卜、豇豆，反复清洗后备用。妻子严格而犀利，她要监管龙哥的每一步操作。泡菜就要脆爽，四川人的特性。泡萝卜不是切片片，是切条条，大哥。对一半哈，就。对，对一半嘛，你切嘛。对一半。切。切切条条。婆娘见你好漂亮哦，哪里漂亮？干活的你特别漂亮，娶到你好幸福，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干泡菜都是饭哦，剩下的是泡多的嘛。今天我的饭绝对不用吃就已经饱了，因为吃不下，太腻了。坛子里注入清水，加食盐、花椒，菜蔬依次码放。湿润的空气，无处不在的微生物，以及缓慢流淌的时间，携手打造一种美妙滋味。
泡椒色泽鲜亮，携带水润的酸辣与羊杂一同烹炒，火辣而不失柔媚，酸甜紧随着咸鲜，脆口之余，好味道来得明快果断。羊肉剁成碎末，快速烹熟，泡豇豆充当调味的秘密武器，切丁后与肉末一起翻炒，氤氲的发酵酸味迎面蒸扑，一勺酸咸爽口的烂肉豇豆，一碗晶莹喷香的热米饭，或匀后趁热吃，满口脆嫩与香软。今晚龙哥的手艺要接受大家检验。开了三十多年，看了也看过了，耳濡目染都会了。会了会了。前几天干啥子？你往前尝尝，这个火候拿好嘞，这个火候拿好了。做姜汁也可以，原味合适。可以，不错不错。父亲的肯定，是令人欣慰的褒奖。简阳，城市的新面目与四川的老传统和谐相处，没什么能挡住人们对风味的孜孜以求。美食江湖中，有人打破陈规，更新迭代；有人秉承古法，历久弥新。食物的千娇百媚，把生活装点的活色生香。有了炽热烟火，一座城市更加亲切而鲜活。小店能存在近百年，离不开一道看家美味。大根羊骨，清洗干净的内脏与大块分切的羊肉，不分彼此，依次倒进大锅。简单的水煮，变成高妙的调味手段。不要怕花时间，这个些鲜味就是花时间慢慢熬出来的。一万多年前，人类学会利用陶器和水烹煮食物，沸水导热的效率极高，能均匀地传递味道，并将自身转化为风味浓郁的汤汁。缓慢熬煮，丰富的胶原蛋白溶解，大量胶质和营养物质释放，汁液逐渐浓稠。将羊肉和杂碎全部捞出，斩切成薄片和寸段，或肥鱼丰美润嫩多汁，或肥瘦相间胶质满满，回锅翻炒，捕捉因褐变产生的动人香气，倒入羊汤，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色泽乳白清亮，气息中有扑鼻的醇香，微小的脂肪颗粒与大量纤维物质使汤汁变得异常甘美。简单的原料，朴素的技法，成就鲜味的至真至纯。无需复杂佐味，蘸少许辣椒，将肉食的柔嫩与焦弹烘托而出。付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得到鲜的本真面貌，醇厚而质朴，令人割舍不去，眷念不忘。靠着一门手艺，让整个家庭获得安定与温饱。下面是我的。
整回生意了。我跟你说，你按好点零花钱就要多些。啊！啥子？红桃。葡萄，按了轻的。守在家乡，陪伴儿女每一天的成长，这是夫妻俩最大的满足。入夜，食客散去，小店迎来亲人相守的时间。牙膏，吃饭了，吃饭了。来，爸爸尝一下。哎，好。秋冬的寒凉季节，一碗热汤下肚，让肠胃和身心通透欲贴。与妻儿笑颜以对，与父辈一桌同饮，生活的圆满大约莫过于此。哎，爸爸，天气凉了，吃羊肉，我们喝点酒，解解乏。啊，这个酒配羊肉汤，暖和。来，爸爸，辛苦了，我们干一个。城市的每个巷口街角，人们为谁点燃光亮，为谁人影奔忙。那些不为人知的姓名与面孔，那些不足道来的奋斗与光荣，或许生活的真相不过是扑面而来的平凡，是扬长而去的时间，人们却心甘情愿付出真心与笑容，只因为某一个人的怦然心动，某一个瞬间的暖由心生。林月喝彩，别挂手林涛，新人发火河，这一天是南台村孔家大喜的日子。前院宾客迎门，后院临时搭起帐篷，弹起炉灶，煎炒烹炸并做，锅碗瓢盆交响。快过来，谁不拿来？这是敦煌延续千年，至今不散的流水席。哦，辣的蛋那就下去。行，这个炒这样可以。在敦煌婚礼宴席上能上皇面，意味着宴席有档次，而能请到正宗皇面传人张征，更是给众亲朋撑足了面子。张征将一团皇面反复揉拽折叠抻拉，最后一个凌波快步，将一把细丝拉到四五米长的极限，顺势往大锅里一丢，所以敦煌人又把黄面叫丢面。敦煌八大怪，敦煌八大怪，一肉黄面不爱快。把一根面拉这么长，不单纯是为了炫技，那么一点能拉多远？而是为快速满足流水席数百人的食用量。黄面够了吗？让菜上完了，上黄面。黄面不像牛肉面，一根面仅供一人，而是一根面同时供十人吃，堪称拉面中的战斗机。这就是黄面盛行于敦煌流水席的原因。
沙漠深处的敦煌，就像一个传奇。这里有太多的大美，无尽的诱惑，是很多人一生最想去的地方。每年数百万游客涌进这个仅有20万人口的小城，让每一个餐馆的生意格外火爆。到敦煌不吃驴肉黄面，就好比到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到兰州不吃牛肉面。敦煌大大小小近3000家餐饮店，有2000多家都在摆驴肉黄面。但顺章和达记这两家老店是当仁不让的黄面双雄。每到饭点，两家小店都要经历一场火力密集的激战。从中午到晚上的十几个小时里，上千盘手工黄面全靠拉面师傅的臂力和绝技。一根黄面的剂子差不多有1公斤重，常人难以称。一个黄面师至少练3年才能出师。黄面华丽出场前，是一场虐恋般的千锤百揉，无数次拳头摔倒，无数次折叠左转，左移右甩，这样枯燥的动作，往往要循环反复几个小时。揉面是为了面筋的形成，最初和好的面没有延展性，需要反复用力揉搓，打破和重建面粉中麦胶蛋白的分子结构，形成富有弹性和可塑性的网状面筋。揉匀的面团基本成型，但延展性还远远不够，黄面的独门秘籍要现身了。黄面顾名思义就是黄颜色的面，是因为加了蓬灰水的缘故。蓬灰来自戈壁上的蓬蓬草烧制的灰，是人类早期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用碱的一种方式。在化学质检尚未普及的年代，敦煌人都到荒漠边缘地带采集蓬蓬草，在顺风的地方挖坑烧制。香菇切丁，豆腐切丁，锅底爆料，还有肉淀粉勾芡，将香菇、豆腐、肉末裹挟成浓浓的酱汁，浇在黄面上。最后再搭配一盘现切的酱驴肉，这是正宗驴肉黄面的标配。黄面爽滑筋道，驴肉鲜香入味，两种食材可谓郎才女貌，情投意合。这是敦煌人独创的一道名吃，全国独此。
喜欢创新的厨师也曾尝试着给黄面重新找个伴侣，可无论是牛羊猪马还是鸡鸭鱼虾，都遭到食客们的无声抵抗。俗话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看来是草根的黄面执意高攀的是龙级的肉品。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拆散这对绝代双骄。远在归义军时期，也就是公元994年的5月15日这一天，敦煌名门大族殷家的一场婚宴也在举行。这场婚宴的细节被记录在莫高窟藏经洞文书中。莫高窟壁画中至今保存着40多幅古代婚嫁图。当天前来殷家贺喜的600多客人也像壁画中这样分列石床两侧，古代叫列会坐石，搭起新郎新娘新婚之夜的青炉，围起宴请宾客的帐篷，客人们即兴歌舞欢宴，送彩礼拜天地入洞房，吃的也是流水席。1000多年过去了，敦煌的婚宴流水席依旧，改变的只是新人的面孔，不变的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敦煌牛肉方面好吃的。许多人认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运力是骆驼，但敦煌壁画和吐鲁番文书却显示，承担丝绸之路运输重任的恰恰是饱受嘲弄的牦驴。莫高窟第45窟胡商御道图中，被打劫的胡商身旁驮着重物的是驴而不是骆驼。专家统计了新疆吐鲁番出土的12份唐代文书，胡汉商队中可归入运输工具的有马21匹、牛7头、骡3头、驼5峰，而毛驴竟多达106头。原来毛驴才是丝绸之路上真正的无名英雄。新鲜驴肉用冰水浸泡，7-8个小时里换水3-4次，充分地去除血水，然后入锅煮沸，慢火熬制5-6个小时。驴肉好吃与否，核心秘密就在这个调料包里。看看同事过了吧。调料包里有30多种调料，味味互补，味味相抵，全在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在这一点上，张征有张征的秘方，达宁有自己的绝招，但配料环节从不示人。25年了，达宁一直在用这锅卤汤，无数次卤制留下的鱼香使得卤味越发浓厚，卤汁由表及里慢慢渗透，无数次翻滚，直到鱼肉香烂酥嫩。多年来达记酱驴肉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很多人宁可等上几个小时也要吃上一口达记酱驴肉。嗯，你打算上次那样的吃的好，你可以的，嗯，可以的，嗯。
大的大的辣椒，原产墨西哥，16世纪末最先抵达中国东南沿海。口味清淡的南方人起初只是用它装点江南园林，可它一到西南西北立即走红。在敦煌，辣椒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佐料。老拿给驴肉配的油泼辣子格外好吃，原来辣椒不能过辣，以香为主，而且必须是用石磨来碾，用最慢的转速激发出辣椒的香味。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辣椒面的粗细，老达对辣椒面的验收标准是碾完后要保证辣椒籽不破，辣椒皮粗大。这个它应该是不是这样的辣椒面，热油呛时不易糊。尤其是用来蘸肉的时候，容易挂汁。油脂渗透的辣椒籽和碎辣皮，和驴肉一起在口腔中慢慢咀嚼，就拉长了味蕾对辣的享受。敦煌人对动物头蹄下水的烹制充满智慧和想象力，对驴的头蹄下水更是钟爱有加。一头驴从头到尾，从皮到内脏，来者不拒。烤、蒸、煮、焖、卤、炖、烤等轮番上阵，各个脏器不但能单打独斗，还能组合成宴。驴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有补气养血、滋阴壮阳的作用。肉类鲜不鲜，主要看影响鲜味的氨基酸多少，而驴肉的氨基酸指数高于牛肉和猪肉，这是驴肉鲜香的原因。老子要驴蹄了。好心当成驴肝肺。驴虫不对马嘴。全驴宴虽然菜名生猛，但色香味形俱佳。曾经生死相依的五脏六腑，在餐桌上再次重逢时，已然物是驴非。不过，能独自成宴，也算是一种华丽告别。东方全驴宴好吃呆。世间万物的平衡永远在互补中演进。大漠深处的敦煌，由于往昔新鲜蔬菜的缺乏，面粉成了人们手中的大菜。或烹或炸或蒸或烙，可甜可咸，可麻可辣。至于造型，更是花样百出，有的粗犷豪放，有的细腻婉约，有的亮妆出场，有的素面朝天。大漠苍茫，戈壁坚硬，面条以它的柔软轻盈，抚慰着千年敦煌。
在艺术家和工匠两个称谓里，杜永卫更喜欢工匠。莫高窟工匠追求极致的匠心和创造，是他四十多年心魔手追的最高境界。2017年，杜永卫把工作室搬到敦煌城外的莫高镇新敦村，建起一个雕塑园莫高里工匠村，自任村长。院子里种的茄子、辣子、西红柿随摘随炒，村长要用着最新鲜的菜来配他的最爱敦煌拉条子。村长信言，没有工匠精神的雕塑家不是好人。这双刚刚还在捏泥巴的手，拉起面来毫不违和。这很近半，哎，你看这几场子就好了，烦死了。敦煌拉条子关键环节有三步：一揉、二醒、三拉。醒透了的面弹力十足，一拉成型，可以随意变换出不同的款型，宽细随意调整，薄厚全凭心情。如果说驴肉黄面是敦煌拉面的专业版，那拉条子就是家家户户擅长的家常版。三天不吃面条，敦煌人就像丢了魂儿。除了拉，敦煌面条的第二种打开方式就是擀。同样是盐水和面，擀面要比拉面硬。揉一阵，醒一阵，接着再揉，反反复复。这样打理后的面，擀时才见功力。直径一米，薄如绢帛，依然弹力十足。折叠切条，每个面条都均匀弹滑。常永利的臊子面在敦煌远近闻名。除了功夫感应，他烹制的臊子很有滋味。虽然配料也是肉丁、豆腐、萝卜、木耳、黄瓜之类，但美味的差异往往因煸炒的火候、调料的温存、食材的优劣而大相径庭。最好的面，用力道和良心制成。敦煌臊子面好吃得，来来来来来来，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好，来，你先吃点菜，坐下。哦呦，哦呦，哦呦，我就给你端饭去。杜永卫的雕塑园里有来自天南地北的雕塑家和志愿者，他们无一例外都钟爱敦煌的拉条子。一路有美食相伴，是最好的诗与远方。敦煌辣条子好吃的嘞。四十多年前，余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在桥头饭馆吃过过师傅的菜，就不算来过人间。我未闻桥头饭馆的余氏人，余山横街镇一代残疾人。做了37年饭，江湖人称过江龙。
我是否成为横街厨师第一人，还是他十八岁时的事。让客人吃饱是郭师傅入行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下的从业准则。那些山沟里面的柴农啊，中午到我店里吃个三毛钱两毛钱的豆腐汤是不放肉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都很辛苦，我们也会给他放一点肉下去，猪油啊适当多放一点给人家，人家会吃得饱。居然有人把做饭当成终生志向，这种世俗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源于一段辛酸的经历。我和老爸是横街很出名的一个手艺人，是吧？带上我母亲到乡村，他是专门替人家做衣服。其实你说吃饭，其实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七八岁的时候，就是我刚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一岁，还有妹妹，每天回家打开锅盖的时候都没饭。后来我想想还是要靠自己。为了让弟弟妹妹吃上饭，踩着小板凳在柴灶前摆弄油盐酱醋，成为了郭师傅儿时每日最艰难的必修课。挥动锅铲对于七八岁的孩童来说只是本能的反应，更无技法可言。而对家中冷锅冷灶的害怕，和对一日三餐刻入骨髓的渴望，也是他愿意用一辈子做好每一顿饭的根本原因。玉山县江西东大门，而横街则是由玉山入三清山的第一站。前往三清山的游客总得经过横街。桥头饭馆的生意愈加红火，郭师傅开始思考他的厨业新课题。啊，不是光吃饱，他吃的就是要吃好。第二季啦，我们是第二季的山头。自学起家的郭师傅意识到，学艺是当务之急。十八岁那年，郭师傅得遇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那个时候应该是在88年，他说我教你一个菜5块钱。具体花了多少个五块钱，老郭自己也说不好，只记得师傅叮嘱过要做好饭，食材很重要。郭师傅决定突击检查为自己供货的黑猪场。哎呀，我来看猪了，好久，那个这张猪真的卖的特别好。福群里专业养猪19年，4-5年前开始从事黑猪饲养，忙活了几年，得出一个结论：猪难。玉山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以肉嫩多汁、味道鲜美、香味独特而著称全国。最为独特的是它的瘦肉率达到了56%，皮薄肉嫩骨细，是制作猪肉菜的上等食材。两个月我那里基本上快冻货了。心系小猪的郭师傅时不时就要到胡老板的猪场走上一遭，与黑猪们培养感情。这一只只体型矮小、四肢粗短的黑胖家伙，已然成了他的心头肉。繁殖了4-5年，他这个猪里边有犬疾病，犬疾病10条里边难选，挑选一条的。他猪肉其实，在我们玉山60年代是贡品，一般人是吃不到的。
每年在过师傅刀下往生的黑猪不计其数，既奠定了黑猪在餐桌上的贡品地位，也顺遂地让食客吃饱吃好的朴素愿望。三尺宽窄是对黑猪健美身材的最大敬意，无需过多修饰，长子身形瘦瘦，老成的还原食材的是过时候过分的炙烤追求。现在眼睛就是一件很模糊，我现在烧菜的时候都要戴眼镜。黑猪肉质纤维绵密，小火焖煮所需的时间更长，随着温度升高，皮肉收缩，酱油中释放的谷氨酸钠与干菜的终极奥义锅气相交融，黑猪红烧肉满足口腹之欲的不二选择。有别于专业厨房的明火大灶，柴灶自有一番野趣。莲藕与黑猪紫排找到了缠绵悱恻的好去处。关于做饭这件事，郭师傅拿捏得游刃有余，白玉豆肉丸汤也寻得了最佳归宿。想吃吗？想。家里有个认真做饭的男人是如何的体验，郭师傅的家人最有发言权。老师好。好吃，这肉丸子好吃。生于斯，长于斯，如今退居二线的郭师傅又回到了儿时成长的玉崖溪畔。每到夜幕降临，横街的夜市还是躁动。我现在自己的门生有100多，但是我下面的弟子那种基本上起码不低于300到400。作为家乡的第一批餐饮人，眼下自己的徒子徒孙们也活跃在了楼道前。我还是想找一个有厨德、尊重顾客、尊重自己的厨师这样的一个传承。或许是儿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的窘迫，亦或是七八岁时便为弟弟妹妹做饭的魔力，郭师傅用了半生时光表达着自己对做饭的热爱。认真把饭做好，把做饭的手艺传下去，郭师傅的初心从未褪色。我本来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我爱好我自己的。每当望见炊烟升起，闻得厨具叫鸣时，这世间的某一处，总有一个人会为了你默默系上围裙，在案前灶边悄然忙碌着。爷爷，快到了，给你吃。好呀，谢谢啊。爱你坐到餐桌前，跃然言道：“开饭了。”认真做饭，认真为心中牵挂的人做饭，或许是对待最朴素的注解。白藏，万物竞发。庄稼汉躬耕田间，农家妇操持灶边。万户千家总有一位妇人，分饰数个角色，
在家里家外左右腾挪，无所不能。用一双巧手和细腻的心思，装点日常，呵护全家。每当炊烟升起，香气弥漫，记忆的滋味融入味觉深处，家便有了完整的意义。八月，赣东北低山丘陵区，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伴随投机水稻的成熟悄然而至。春种秋收，夏运冬藏，寻常的稻米不仅带来温饱，更是各色庆典担纲。农事落幕后，妇女们不约而同分工行事，筹措着一项节俗祭祀。虽然事宜繁杂，但多半不需男人经手，这份默契已达成了数百年。小镇以南，地西上游，张志勤在为接下来的忙碌做准备。几天前新冲的稻杆经过充分燃烧后，将以另一种姿态完成最后使命。铺垫纱布，浇入开水过滤，吸出稻杆中的碳酸钾，灰碱水制作中元节小吃不可或缺的材料。食材性状千姿百态，农家妇自有简化之法。今年是张花琴嫁到48镇的第30个年头，这个元节的习俗就是要请祖宗。操持请祖事宜多年，流程了然于心，但仍要提前两天开始准备。将本年的新米碾磨成米浆，就地取材配搭，或油炸，或蒸煮，在赣东北地区的语言中称为新米果。这就是黄橘子山上采来的野生的这个黄橘子。黄栀子富含藏红花酸，本地人代代用作天然染料。关于它的妙用，早在秦汉的典籍中就有明确记载。浸水释放色素，混入米浆。我得不要留下去哈。置入容器分层蒸制，颇费周章，不容一丝纰漏。按照旧习，常以十层为数，寓意十全十美，步步高升。无需长辈耳提面命，填习数百年的料理技艺将在孩子们一次次耳濡目染中得以传承更续。那我也是小孩要回来，我女儿儿子明天要回来，所以我就做这个了。金黄清亮，可甜可咸。灰煎糕既是儿女的童年味道，亦是农人对丰收最朴素的寄望。竹篦西北上，庆祝秋收的另外两样果品正在锅中翻腾。每到农历七月中旬，这里都是镇上最热闹的集散地。舀浆、烹炸、控油、出锅，一气呵成。女人们全靠眼神交流，这是来自血缘的神奇力量，也是常年农务中培育出的高度协作能力。外形扁圆，内里鼓空，团圆美满的寓意让灯盏果得以在中元节庆上 C 位出道。六个女人两口油锅，数日的高温考验下，
一家人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别样秋收。支付宝到账250元。张花琴与丈夫经营的酒楼为准备请走的菜品决定歇业一天。天螺，一种本地特有的六角丝瓜，与灰煎糕切块同煮，简单调味即可享用。丈夫要为接下来的忙碌补充能量。在家里你跟姨丈谁学那个大点？那肯定是他了，他是专炒菜的厨师啊，我是打杂的。妻子指点江山，丈夫依令行事，后厨一团和气。女性的生活智慧在琐碎中积累，在碰撞中迸发，也在无形中催生。儿女完成学业后相继外出工作，母亲也有了新的规划。老了吃不消了，他们生了小孩要我去帮他带小孩，我就准备去帮他们带小孩了。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哈。确实干杯呀，哇塞，缠伴着儿时记忆的灰煎糕最解一路风尘。我们到一个山上，我们一旦拿的是房子拍的好。嗯，我呢，嗯，看了这个，再讲预告片也行。开会员吗？嗯，过20就会员了。香橙的饮食底蕴将稻米与泥土揉碎，写进了对生活的赞美诗，让人们借由食物紧紧羁绊在一起。孩子，而母亲们则在一次又一次离别与团聚中恪守着对家庭的守望，对传统的贯彻。徐徐人生有一份情愫，园子苦寒向阳而生，逆风飞翔终归铅华。他声敲行浅，吞吐万象，
或含蓄温情，或炽热如炬。积攒丰收的劲力，绽放乡野的真味。每到岁审年丰，方寸餐桌与欢声笑语相聚时，家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直播间的宝宝们，现在主播给大家带来一款商品，就是一个雪糕。这个雪糕上的人物呢，举着一把伞，然后站在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旁边。没错，这就是西湖著名的灯塔。嗯，我现在就是在杭州。怎么样，刚才这段直播还算专业吗？自从上次在长沙碰到了我的同行，那家伙最溜的呀，我就深受刺激。所以今天就来模拟一下直播。那这次我在杭州又会遇到些什么事情呢？走。这美颜的效果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来了，到了我们最关键的时刻。真伪调研报告，来看看我们到了杭州之后吃的第一道菜是什么。我觉得龙井虾仁跟东坡肉算是在杭帮菜里，如果你点菜的话是必点的两道菜，我也都吃过了。那火腿老鸭包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的，那我们就去尝尝它。个十百千万十万，121,885只鸭子，一共卖出去了。之前我在南京的时候说，没有任何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但是现在看来，杭州它也离不开。有点像火锅的那个。看着还是挺带劲的，帮他加快一下进程。好，这水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可以是吧？我来拆一下，我来拆一下，这是我的工具。哦，我以为给我用。行，先来碗汤先尝。哎，好好，来吧。那汤还是挺鲜的，很鲜。真的，这一口汤下去，瞬间你就觉得特别开胃。我尝尝鸭肉吧。这鸭肉怎么形容呢？我觉得可能它的味道都已经进到这个汤汁里了，已经包得很软烂了。笋干，这个一大口。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笋干比鸭肉好吃。跟着鲜笋比，鲜笋大家都吃过，那是那种嫩的，但它的那个
牙齿的那个咀嚼的那个感觉比鲜笋稍微强烈那么一点点，吃到嘴里是那种脆脆的感觉。老鸭和金华火腿一同入包，加入绍兴黄酒，小火慢炖三个小时，鸭肉渗出油汁，等待另一个低调主角的加入。刚出土的石笋脆嫩鲜甜，烘干脱水，生发出更多的风味物质，再次泡发，笋干恢复活力，口感脆韧，饱浸浓郁甘美的老鸭汤，别有一番极致的鲜美。笋无论干制还是鲜吃，杭州人四季都在追寻这个可盐可甜的身影。江浙沪一带大家对于笋的这种喜欢和追求应该是到达了一个极致的地步，这叫什么？这叫吃笋自由。整点主食吧，吃主食感觉都没吃饭似的。这个雪花鸡一顿死一顿饺，一能煮锅，吃饱喝足了。你好，这个，这是冰的，对，冰的。好，谢谢。哎，好，谢谢啊。我觉得杭州特别贴近自然，可能走着走着就从城市到了溪水旁林子里，这种体验非常独特。来吧，看看我们下一顿饭吃什么。Oh, no. 你们是认真的吗？这要不是个阴谋我都有点不相信了。单个鱼，我是钓鱼塘里的，光喝鱼羹我觉得肯定也吃不饱。这个三鲜鱼圆应该是最没有刺的一道菜，就它。哎，你好。哎，哦，这得已经有菜了哈。卤鸭。这什么？卤鸭。卤鸭。我觉得我今天有可能要得罪鸭子。中午就吃的是老鸭煲。嗯，这卤鸭味道很不错。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鱼圆。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鱼圆应该就是。鱼丸哈，哎，这拿筷子一夹的感觉，比鱼丸要软，一夹它就成为两半了。这个特别不像是常规意义上我对鱼丸的认知，就是它很清淡，就有点像喝豆腐脑那感觉。特别松软的口感，特别顺滑的口感。
这基本上送到嘴里它就化了。很 Q 弹。没有鱼刺的这种阻碍，人类对于鱼肉的欣赏真的是特别的没有障碍。不是刺儿，不是刺儿，虾须，差点误会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常见的草鱼，杭州人有办法让它绽放别样的精彩。草鱼多刺，顺鱼骨单向刮取，可以剔一下干净的鱼肉。斩剁成蓉，细小的筋膜也要一一挑出。快速搅打，鱼米产生大量胶质的同时，内部被均匀注入空气，充盈着无数小气泡。轻轻一抓，借着巧劲儿，团成圆润的球体，温柔送入冷水，全程小火缓慢加热。杭州厨师把这种方法叫做养，水溶性蛋白吸水膨胀，赋予鱼圆棉花糖般轻盈绵软的独特质地。哎，师傅，这就是我刚才吃那鱼圆是不是？是的。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对。我能试试吗，师傅？可以。这个是温水啊？冷水。啊，冷水。多捞一点，多捞一点，不够是吧？捞满手，然后从这里边攥一个，对，一个团儿，然后放进去。这个我这个叫鱼角，是从虎口出，这个就当是个瓢羹接着它。哦，我明白这个问题了，就是我抓的太多了，我少抓一点，少倒一点，然后一翻手，哎，它还是不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心态崩了，是不简单啊！光练这一个下鱼圆的这个技术啊，3年起步。就这一下要3年啊？对，我可能得用个5年。一个符合标准的，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鱼圆啊。它不会散，不会碎。哎，那我拿筷子都夹不起来，您这么扔也就不会碎啊？它本身它胶原蛋白在里面，还有空气气泡组成的那种网状的结构，它有弹性。哦。杭州的生活节奏还是很舒服的，我每次过来都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断在变化，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贵州三大酱香品牌贵州真酒邀您继续收看。你好，哎，你好，想点碗面吃。什么面？片儿川。片儿川。
片儿川。对啊，你们是念片儿川。对 对, 对，北方人可能就直接读片儿川了。对对 对, 对，就是片儿川。片儿。片儿川。这还挺难学的，你帮我做一碗吧。好的好的，哎，谢谢啊，请坐请坐。哎，我觉得这条老街就像这个城市的镇纸，它往这一放，你怎么写字儿，纸都不会跑。就是这个城市再怎么变化，这样的老街里总能看到最朴素最本真的生活。哎，你好。哎，好快啊。哎，对，六馆非常的接近我们河南的烩面。河南烩面，对，我老家河南的，这个也是这么大的碗。哎，对对，就看着这么大碗就亲切。哦哟，哎，那为什么非得加一个这么难读的，就是对于南方人来说这么难读的一个儿化音呢？我们杭州以前最早在南宋的时候也都是从北方，最早的是北方的移民。哦，对，所以我们这边杭州人挺喜欢面食的。我吃面长大的，就是面一般不太好糊弄，别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是能知道的。吃起来口感还是有点含牙的，还有点嚼劲儿的。对对对对，嗯，这个汤是不是就包括这个面的味道好，是不是跟当季的笋啊蕨菜呀，就是这鲜的，特别鲜的食材是有关系的。对，每个季节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笋，冬天用冬笋，上春笋就用春笋。嗯，只用当季的，对，新鲜的笋，这是一个多笋城市。对对对。阿姨买的鱼在地上蹦的呢，一会儿再蹦回河里去了。哎，放了，阿姨在放生啊。京杭大运河多少年前就开凿了，到现在它还在被使用着，参与着城市之间的沟通。坐在那条船上，其实你是能感受到历史的。我今天要去拜访一位美食大家，他要带我吃一道很神秘的菜，我是既紧张又期待。到了。终于见着您了，终于见到您了，小李，欢迎，欢迎来杭州。九年大名啊，哎，哪有什么大名？见您不能空谈，给您带了个礼物。嗯，有菜得有酒，对，无酒不成席。这是第三代真酒真十五，嗯，是贵州真酒，全新升级上市的产品。嗯，而且啊，酱香突出，嗯，听说还获了无数的奖。啊哈，您尝尝。好，好，好，谢谢您。哎，您坐，您坐，您坐。谢谢。第一次来杭州。啊，也不是了，也不是了。嗯，您是一直就生活在杭州？我23岁以后才较长时间待在杭州。杭州是一个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我这个有感受，而且我真的能感受到他们散发出来的，我生活在这里，我很开心，我很幸福。哦，盐水河虾，盐水河虾。陈老师，您不是说要带我吃一个特别神秘的菜吗？对，不会是这个吧？不是，不是这个，
神秘的那个菜，他恐怕还得花一点时间，对花点功夫。现在是江南水乡虾儿最肥美的时候。嗯，这个边笋是夏季才有的笋，跟我昨天吃的那个老鸭堡里那个，这个呢是新鲜的哦。这道菜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叶开花。传递这样一类花粉的是蚂蚁。哦，它蚂蚁只有晚上出来活动。对，有默契。有一种默契。生态有默契。对。哎呀，还得是跟大师吃饭。这就是非常想请您品尝的那道神秘的菜，锅贴鱼片。这道鱼是用一种黑鱼做的，它是鱼塘当中生物链的霸主。哦，它这个肉呢有筋道，因此做这个鱼有讲究。嗯，它是用土猪肉的肥膘油跟这个鱼片一起贴在锅边慢慢的烘烤而成，之间还加了一些肉末调了味，中间这个是浙醋。这会儿我等不及了，赶紧吃。来，有好菜要喝一口酒。这口鱼肉到嘴里人都会化，是他化吧，不是你化。我也会化，真的太好吃了。就咬到嘴里的那个感觉，就是它的味道是那种百米冲刺，最直接的到你的这个味觉系统，包括它口感的丰富程度，猪油的那个煎脆了的咔嚓一下，然后鱼肉的那个软，虾滑那个弹，清晰，极其清晰，没有理由不爱上。黑鱼肉质紧实，富有弹性，搭配油脂充盈的猪肥膘，虾仁马蹄混合，既是馅料也是粘合剂，最后用火腿点缀增色。一层薄油，小火慢煎，底层的猪肥膘逐渐变得金黄焦脆，上层鱼片依旧弹韧，内馅娇润可人。层次分明的鲜美在相互勾连中绽放。整个江南有好多种锅贴菜。嗯，当年很多江南的知识青年去北方插队落户。嗯，北方有那个炖鱼贴玉米饼子，铁锅炖。那因此呢，吃到这道菜的时候，有那种对当年的一种回忆。那这道菜呢，当年就在整个杭城流行一时。嗯，你像很多我们现在认为是杭帮菜的组成菜肴，它其实呢都是其他很多地方来的，随着移民的进入，慢慢的形成了杭州菜。嗯，所以呢，杭州的菜肴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也体现了杭州的历史。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跟这些菜肴的交往，以互视、互相对视、互相碰撞，就是不断的打动你，让你知道自己只有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值得回味的人。嗯。
哎呦，您这番话说的特别好，这些真的是艺术，所有的这些食物是艺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这些好吃的叫美食。张老师，我敬您一杯。他并不是说我只是研究了杭帮菜，而他站在一个整个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去看待某一个，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认知啊太单薄了，跟他吃饭是一种享受。下次约个到河南去吃。好。杭州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自然和城市完美融合在一起，水在这里润泽万物，让南来北往的食物落叶生根，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份温润的气质。